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特工学院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。听曲讲了一段相声啊，啊，非常不错啊，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回去补充一下能量。啊、孙九峰、啊、刘鹤安，对，俩人说的挺好，下去休息休息，说的不错啊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我们俩也不错，再伺候您一段，那个看着您笑，看着您开心，特别的心累，真的。对，您觉得这场相声您听得值吗？您乐了吗？乐了，开心就好。这就是我的愿望。是啊，我的愿望就是让大家敞开了笑，敞开了乐。对，多开心呢！对不，几个小时往这一坐，哈哈哈一乐，多有意思！对不，这就是每个人都有愿望。您各位的愿望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的愿望是让您笑，对不对？嗯。他也有愿望。对。啊，他的愿望是。下班儿，下班最近不行，最近他愿望改了啊，他喜欢玩那个警察抓小偷，他想以最快的速度抓住那个小偷，所以说现在他的愿望是当一只警犬。咬死你了，咬我呀！我想当狗儿了。愿望，每个人都有愿望。嗯，你愿望是什么？大胆的说出来，你不要犹豫，大胆的说出来。不是警犬。不是警犬，你想当什么？特工啊！啊，你看看，他想当座钟。你这个人你就有毛病啊！你当座钟你多累，你就老得在这站着，对不对？万一你的主人你在这一直看着，你就得站着。他上个厕所啊，你也上个厕所。万一他上完了回来一看表没了，你尿一半回来，不合适啊，对不对？你这针还得老走着，你要当座钟，下边还得有一个东西摆。听错了，哎，迎客松，他这玩意儿也不对呀！你这玩意儿迎客松你也怪无聊，你老在那儿站在这儿，对不对？迎客吗？你还得站人饭店门口，对不对？你让孙永芳给你站你边儿，站外边，你站这边，对不对？今儿你吃点什么？别宫保鸡丁，哪有？您是要牛的还是猪的？羊的？谁迎客？迎客松吗？是没有迎客松。没有个我还中国松呢，我还像话哦。他是想给庆克兰捧哏，对、嗯，他想当中国松、嗯，明白了。我聪明呢，我周九良，嗯，我是一个捧哏的、嗯，我的梦想是当另外一个捧哏的，我有点追求没有？啊？那你梦想到底是什么呀？特工，做东，做谁的东？特工过风，特工乐龙，实现不了。你先告诉我什么叫乐龙？你听这个词儿就有点新鲜。不是，我问您呢，您现在梦想是什么？给你买个助听器。我不用，我耳朵挺好使的。你梦想是什么？好使啊！啊，好使你是干嘛？啊，逗你玩呢，开玩笑呢，是不是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听见了，我笑了吗？我半天。听见了，您听见了？听见了，你是干嘛呢？听清楚了，还乐融融呗。他的梦想啊，是想当一个破灯。你当破灯，你不容易啊。你首先你得是个灯，是不是？你还得是个破灯。怎么见证你是个破灯呢？你得通上电之后拧上，你看你亮不亮？你要亮了，你是个破灯。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不能说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破灯。你看你还不好好玩了，不好玩谁不好玩了？你。啊，谁先不好好玩的？你告诉我老豆，不是破灯，叫我老豆。行了行了，
开玩笑，听清楚了。嗯，他的愿望啊是想当一个特工，老愣的，他想当老愣。听见了，你这半天干嘛？听见了，为什么装听不见呢？因为你这个梦想不现实。让我开心，对不对？人家大家有很多梦想，有的我想当那个消防员，对不对？我想当教师，对不对？我想当医生。嗯，你特工这个职位，你现实生活当中没有，你当不了特工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只能当破灯。我当什么破灯啊？你当不了，我当不了特工没关系。怎么呢？我当上相声演员了。你这不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？啊？你觉得没关系这两个啊？不是，你特工跟相声演员有什么关系啊？相声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可以演特工啊。你可拉倒，那相声哪有台上演特工的？对不对？人都是影视剧，那个话剧人台上演特工，咱相声舞台也能演特工。咱这么着，咱不说相声，咱演一回特工执行任务怎么样？你还不信？咱不现在就能演，不成人观众不耐看。耐看，耐看，耐看这玩意儿，你这你没法演，你这怎么演？怎么演？这你的梦想，然后我给你实现。咱俩演演呀、啊，勾起我的瘾来啊！这是演特工，咱怎么演？你谁演特工？我演特工。你演特工、啊，那我演什么？你才汉奸呢！这有什么汉奸的？我演破灯。我演老公。我怎么演？我演不了，我没法配合你这个。你这样，我演雕，我演水塔，我要不演你爸爸。这样，你别演特工了，哪有俩特工出去执行任务？这样，你演这个特工的助手好不好？就是您的碎催。哎呀，不叫碎催，就是小跟班。哎，嗯、啊，对对对，我是你的马仔呀。是吧？啊，行，那咱俩咱都执行任务，这个特工他这玩意儿，咱不得有个名啊？啊？你没有名字吗？有啊，你叫乌、你不叫莫可南，你叫乌，你叫乌。不是我说那意思，你叫莫可南，我叫诸葛亮，这不有名字吗？那不行，你不能让人查着根儿啊！人一查孟尝诸葛亮，找德云社来了。你怎么办？咱得有代号，人家特工，人家那都有代号，是吗？啊，嗯，老愣着点气，那不好听。人家没有这个，人我研究的，人家那个特工啊，那名字前面都有一个颜色啊。啊，你像什么，黑寡妇，对不对？啊，红玫瑰，什么绯红女巫啊？是。白茉莉、哦、对不对？行，哎，对，我就叫小黄人。我叫白茉莉。谁？我。他叫白茉莉。行，啊，你这样，你叫粉牡丹怎么样？也行，哎呀，也行。也行，他听着跟老娘们似的。哎，那我要什么呀？绿帽子。我行，这个有得有颜色吗？这个白茉莉不太适合你，绿帽子适合你啊。主要这个不太适合我。嗯，换一个。你这么着啊，你取一个那个黑白双煞当中的一个煞字，狠不狠？听着就厉害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赭石色。那你就叫赭石煞。哎，那么我叫什么？赭石煞。嘿，我这名字听着真带劲。这好好好，煞，赭石煞。
听着真厉害。哎，你呢？我呢就取那个碟中碟的当中一个碟子。那您这你喜欢什么颜色呢？青色。哦，所以您叫青碟。哎，这是上青碟。这是上青碟。这是上，你差不多了。该吃饱了你了，那这名字定下了，行，别上，别上，别上，那行，那咱们执行任务能执行什么任务啊？那得有个事儿干呢。啊，对，忘了。嗯，咱这样啊，我设定一个场景啊，咱俩人出去执行任务，执行什么任务？比方说啊，有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，坏蛋，他叫黑骷髅，就刚才你说那是黑骷髅，黑骷髅，他是一个坏人。坏人，咱们这趟去啊，就是为了去他那个黑骷髅的城堡，把他抓住，让他绳之以法，怎么样？刺激不刺激？出击毙他！开打！击毙他！黑骷髅的城堡，行，咱俩去击毙他。对，好，抓住。那想想啊，开始吧。你别开始啊，开始。你要演，我要陪你演，咱就正规点儿，行不行？来正规点儿，正规点儿。你这。咱现在不正规吗？不是不正规，你什么都没有啊，还要什么呀？道具什么都没有啊？没有道具，哪有道具？你一有道具，你还得布置一下现场的黑骷髅城堡，那这没有黑骷髅城堡啊。他这哪有道具？他说相声，你这后台有的是道具，咱们这儿有，有吗？有，那哥几个刚才也是说完相声，没什么事儿，让他们把那个道具弄上来，咱布置一下黑骷髅城堡。真能布置啊？行啊，哥几个受累，后台闲着来上来，给布置一下黑骷髅城堡。来，谢谢。我们这跟人设演员呢，他们训练有素啊。我们这都是什么呢？他们这些演员都特别懂人性，还真快啊！说什么快、哎？特别的迅速啊！所以说，你看，这儿我们这个弄完之后，你就看出来是黑骷髅城堡了，是吧？怎么样？有变化吗？那个都打扫完了，咱们现在
出来干啥呢？撞上了。你现在敌友不分了，太猖狂了！他说：“咱们抓不住他，那咱们现在应该赶紧
你进去。好。嗯嗯嗯嗯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事？总部领导想跟您视频通话。好，领导跟我说啊。嗯，接通一下。这个黑窟窿啊，实在是太猖狂了。是的，已经打到咱们总部来了。哦，是吗，领导？我命令你们两个人啊，嗯，一定将他绳之以法。放心，领导。祝你们成功。好的。再见。再见，领导。领导怎么说？让咱们一定要抓住黑窟窿。好，那咱们现在赶紧进去。好的。又是谁呀？您的爱人想跟您视频通话。这倒霉娘们，我上班呢，我这是认识的。亲爱的，你不要再对付黑窟窿了。不，我一定要去。他太恐怖，太危险了。不，我一定要去，要不然会有更多的人陷入危险。那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安全的回来。好的。我的。嫂子怎么说？那一定要抓住黑窟窿。好的，那咱们现在赶紧进去。好。又谁呀？大哥，我是菜鸟驿站的，你给我快递，我给你放哪儿啊？我回去拿。关机。一会儿黑窟窿跑了。那咱们现在赶紧进去。好。是我。我关机了。我知道。作为您的助手，我必须要提醒。什么事儿？咱们如果贸然的从黑窟窿城堡正面进去的话，一定会打草惊蛇的。哦，我们要不要绕过黑窟窿城堡的背面再进去呢？从后面进去。对，好主意。那我们现在潜行进去。好的。你回来。你这找地儿下蛋去了？你怎么你兜不住了是怎么着？你在那儿？咱不得绕到黑窟窿城堡的背面吗？你这绕到后台背面的了。那怎么办？原地转一圈，做笔成像啊。好的，咱们潜行过去。你把你爷爷墓碑扛来了。有那么大吗？那么大我扔得上去吗？多大？小点儿。好的。咱没养着。小点儿，尽量小点儿。拿我的飞镖来。哦，好不好？哎，坐定。哎，对，把我的飞装。
飞桌，你等会儿。嗯，你要扔那飞桌？对呀、啊，我给你配音啊，要不然人家看不出来你要干嘛，因为你是套马的汉子。好主意。喂，来，配合啊。嗯，飞桌。你这边情绪不太好吧？你对一遍，你对一遍，我的情绪就上来了。看我飞车，注意，二楼，三楼，四楼，打好了。俩修电梯的吗？这不是有喊出来的吗？你就直接啊，看我得了。到了，接着我爬上去啊，嘿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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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。你怎么了？我这不配合你表演吗？你配合我表演，你多遇上点啊！不是你这不是不着你，你这没有神啊！你上你没有上升空间了，我只能下降了。我这，观众看着你好像你是往上走，嘿嘿，不是我表演。啊，这个设计不错，这个设计不错啊！行，继续，那就该我上了，你也上来。你那也是电动的。
我知道，我不爱用电动的，我是传统特工。啊，报告，咱们到哪儿了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黑葫芦城堡的宝顶。咱们接下来干什么？现在往下闯关四层，黑葫芦就在一楼等着我们。哼，敌人太狡猾。这是啥？
黑骷髅，没想到你还带着助手。我说我在对面蚂蚁体育
光看演出、啊、黑牙的蚂蚁结束了，就那么小也能训，能训在那等，那训厉害着呢，弄小蚂蚁放桌上，一看他爸爸那训练的那玩意儿呢，太好了，是吗？啊，前进，我就是着急一会儿出去要有车，我一会儿就打不到，后退，滚一个，蚂蚁滚一个，你说这玩意儿他奇迹都是，那个手气不是不能取消，怎么能听训太好了，我就是因为训练完小蚂蚁，那个车不能取消，我才晕的这个。到哪儿逮谁跟谁显，估计大概炫耀。看，还有十分钟左右。到后台，我们这师兄弟这几个人，看蚂蚁，看前进。你就计费。后退。OK， 滚一个，滚一个。哎呦，我们都没有一个不调档的哥，都配。我就计费就行了，我一会儿出来打不到车，我这里是好几百，就上千人。往这一坐，跟谁显摆显摆。蚂蚁放桌上，在那儿训一会儿。一会儿这儿好几千人呢，我把服务员叫来，叫服务员过来。服务员，过来，啊，看点新鲜的。好吧，你就等。服务员过来，先生您怎么着？计费就行了。看看蚂蚁，没见过。哟，真对不起，开启。在外飘零。
一首三大白骨精献给大家。都要唱吗？唱什么？唱一个叫小帆。好的。啊。刚起床就给压回去了。以前公主闹令箭，没有了本宫喜新年，站立宫啊门，这么听强。
这也是我们那个同一块来同科来的啊，叫张盒饭。张盒饭呢，都是客人。这位呢就不是内人了啊，这是于谦于老师的徒弟，叫李思明。这位老师呢是郭德纲郭先生的爱徒啊，叫周九良周老师啊。学徒孟鹤堂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把一首《一起》献给大家，然后我们一起拍个照，好吧？谢谢。没事，你弄，你过来弄。谢谢。